在还没。好了。那是我的声音吧？二三。对啊，刚刚那是我的声音吧？你说还没好笑。因为你的每次都按了，然后它萤幕就很久，然后才出现一个零零，然后才出现零一这样，就蛮久。LED 对于眼镜来讲。怎么不好？它就是显示的慢啊！我还没好哦，我在调我的。你那个手的袋子后来都，你的都不会松哦，只有我的会松哦。每天都要调一下，说要缝也一直都没缝，其实就把它缝死。我应该用缝纫机缝，因为我觉得手可能不太行，太硬。走吧，亮亮，哦，欢迎哥在吗？右边的天有点亮亮。不是，还是要下雪哦。哎，你帽子怎么拉了吗？都拉好。那我嘞，我没有拉，帮我弄一下。已经装满了。就是稍微摇一摇。还好。还好。要滑这一段。啊？你要滑这个？我一没滑过的。哦，所以先滑一下。滑下来，接着上去，往右边就会坐我们有滑过的缆车了。不过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哈，滑它一道，来滑它的线，滑出自己的线。嗯，这里搞不好直冲就够了。罗浮卫就很空虚哎、欸，一路上都没人，就是很久久来一台车，久久而去。七分钟一般呢、啊。不是一般，十分钟，十分钟多一点，一般，七分钟到，要留上下车时间。不过这应该没有时间表吧？好像不知道哎、欸，只有绿色的，哎、欸，绿色的那个在那，然后后面就看不见了，线在那，线它的柱子在那，能见度不好，柱子在那，但是后面就看不见，还完全看不见，不知道拉到哪里去了。就那今天。那个是他下一个柱子嘛，还看得到，但是后面就看不到了。我猜那个，这个为什么这么不清楚啊？哎、欸，来看到车了，车下来了。百万人，我猜百万的那个水平线以下，才有能见度。现在，黑鸡又要滑到昏头了。嗯，黑鸡也是到一半以后。这种就是没有声音的雪，对不对？嗯，就是主要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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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这样掉在身上。应该说这个压雪过上面又下了两公分吧，那个就会觉得它有下，它有压吗？它有压，它真的有压。我要看看，这样我看得到后面了吗？好像还是看不太到后面。有人的声音，但是又没有看到人。压完雪也没有雪场小动物在雪道上奔跑。但是为什么这个人滑那么歪七扭八？啊，不是啊，不是人滑的，是刚阿北走下来的。没有。哦，是他走下来的。我想说怎么滑，怎么那么弯？
天滑滑看还是不是这么酸痛，昨天好痛哦。你呢？你是腰哦？嗯。你腰怎么了？你腰怎么了？酸啊。为什么？你哪里用腰？不知道，应该是要用得到。那我可能还不对，我还没有用到腰。我用到腰是要爬起来的时候用到腰，然后很痛，就不敢动。我在看线，这里竟然有停的地方，动不了。大家都不见了呢，我是说大家刚上去都没有人下来。他们可能都往那边再上去了。我们也要往那边啊。我们要滑这一道的话，看是直下有点太平，直又回来，下面有个接回去的地方。不是要这样直直下去啊？那就先直个五秒，再看看有没有速度。哎，横仓是那个、哦。对啊。就在那里。那你那不是我的问题，是大家刚刚这个做完人去哪？没有一个缆车在动啊。这个还没开始，我们等一下要做这个呢。没有缆车在动啊。要做这个，这个。车没有在动，你要做。车没有在动。我下一次再上来的话就有了吧。我是说人去哪了？在前面啊，都还在椅子上。哦，都还在椅子上，我以为已经有人下车，然后为什么没有人在我前面移动呢？前面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所以他们很急急忙忙，结果也还在椅子上。这个缆车就是这么慢，怎么这么久？我猜那边九点开始吧。总之我们还是一样，这边先滑一道。哦，我被他们那么滑走，我的白白的面呢？我要活了。有啊，白白的面啊。他们顶多十个人，要是有人往右边去的话，你左边什么都没有。我要滑左边啊，我要滑左边。好，左边。上面不要留，不要去沙太多，就后面的平你也看到。哎、欸，我那是缆车站了吗？对啊，是啊，二三号。不是啦，我是说后面山上的是缆车站吗？有这么近吗？没有。那我看到的是什么？山道。不要画走了，我要去找没有人滑过的地方。一滑下去才知道冷不冷。嗯，他在干嘛？他在倒疤。嗯，他会占走很多很多线。他不是两道，他是刮了好大道。那里不是缆车站吗？那里？你说中间站黑黑的？对，那就是中间站。对啊，我就是问你说黑黑的。我刚还没看到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自己选一个。出发了吗？出发，最左边或最右边。有没有很开心？再来一次。好，再来一次。
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哎呀呀呀呀！他下来的时候压我鞋子，他不是会荡出去，然后下来。小心小腿被压，我也是。那个时候我也注意，避免二次伤害。这是刚刚的女生吗？是。那就是叫随便乱滑。我觉得我鼻子被压扁。这坐好像坐了快要十分钟了。嗯，有没有？五分钟吧。真的吗？我觉得坐蛮久的。不知道现在几点了？刚刚快九点了。就是坐十分钟，花三分钟。不会冷，不会冷，山下真的不会冷，没戴面罩也可以。没风啊！我看到车了，车又来了。你是说他到底是车在线上跑，还是线整个被拉？我那天有在研究，都是用线拉的啊，所有的缆车都是用线拉的，都是被夹在车上。对啊，夹在线上。车在跑的话，车子负动力源太累了，动力源在站上面比较简单。哦。所以他的头上附的轮子是进站后再用。啊，它上面有一堆轮子啊。嗯。那是夹，通常是夹住轮子，是被进站后轨道上，它分离后。但是你看它的轮子现在在动、欸。啊，是哦。它轮子在动。我那天在大的时候，我好像就在看，它到底是轮子在动，还是它线在动。这种太平你觉得没有录的必要吗？你会想要这种平的我帮你录吗？可以啊，但是你刚有跟我吗？没有啊。对啊，不是滑自己的吗？哦，我滑了以后没有，不就没有我的线了吗？你可以错开的那种滑法。我跟你的话，我是故意跟你画八的那种，这样子每交错一次就有一次禁烟里的效果。听不懂。就什么禁烟？交叉的时候，你后面的烟，我可能就会有唰那个声音，烟喷在脸上的声音。不懂吗？不懂。交叉不是很危险吗？后面的交叉，所以你这里，然后这里有烟，然后我接着过来，可能就穿过那个烟。那如果我要跟你的话，就是一直在烟后面的话，就是看不到什么，那个烟又不大，要忽大忽小才感觉到烟。嗯，你知道自己的线是哪一条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蛮深的，因为很重吧，很重，不会就这个吧？搞不清楚，因为前面真的太平了。差点要停下来了，我。所以你要拍是说跟在人后面拍的那种，而不是停下来拍的太那个了哈，太平了。所以是跟在可以了，你要跟在你后面，都可以啊，谁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就好了。那你这样子滑一次还滑两次？右边开始转了吗？或者我听到“叮”的声音，是近的声音还是远的声音？远的。我觉得，有在动哎，所以要滑右边了。为什么这边雪地比较稠啊？没有平啊，不好看啊。因为其他人滑过了。哪有那个方向怪怪的？哦，嗯，这里应该有压雪啊。有啊，一道、两道、三道、四道，
我是说地上有那样一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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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你有看到吗？确实怪怪的，不平。因为理论上它是压过雪之后再降在上面，所以上面应该像要像这样平的没有痕迹，所以那里会那个样子。难道那里不压雪吗？但是我觉得很怀疑，不应该这样。那我用同步跟你同步动作的那种滑法。不要同步了，我说建议你交错式。啊，我就交错，我不知道怎么交错。我往左转，你就右转嘛。两个人是这样。好，同步，先同步。我不会那种。你跟我先同步，然后我跟你用八字，然后各自看效果。那就再一次这边，然后再一次那边。你是要先跟我还是后跟我？我先跟你 OK 啊，都可以啊。你先跟我好了。好，同步的。你说、你要求要同步的。你要跟我就是要八的。哦，好好好，那你跟我好了。好。因为前面那个我又不认得路，那待会换那边。就在那里啊，我们上次就滑过了。你先，我再跟着。然后我。这样我后面没长眼睛，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滑的啊，所以我也不会那种。停止残血，很辛苦。好了吗？但又快没有什么线了哎。没人哈，旁边也没人哈，旁边也没人哈。旁边，我去滑的这半边没人呢、不是吗？你们有看到地上都没有吗？我认真看你，我没有在管。啊！原来又要弯了。这半边应该是我们画的。我这做八真的会有岔了两次。什么意思？进入你的那个粉里面，就岔。怎样？我在想，我是不是滑得很不直啊？不会，后半部是直的，只是轨迹在哪不知道。应该是在这边，因为我都滑这边都没有人，这边都没有人。有一个轨迹老是被人家截断的那个就是你的，因为是我去截断你的。好。他是要滑右边了、
是吗？对啊。你看很弯呢、欸，很弯。嗯。很弯。嗯。应该这个比较 S 的是我的，因为我要跟在你后面。还是不知道这两道哪道是你的，哪道是我的。但是我都有故意去跟你交叉，这就是交叉的地方。车又来了，车又来了。没有昨天那么深。嗯、这不是下面吗？今天大概是两公分。雪是全面的、啊。昨天的黑积大概有五公分、啊，那种厚厚的感觉。这里的话认真弯的话，还可以弯出那个压雪道的声音，有唰的声音、啊，我有。啊我在转的时候有几下有可以感受得到压雪条条、啊。哦，有哦。有啊。你速度快一点，弯转多一点，你就可以压到、刮到它。那我待会用手摸一摸看看。还用手摸？我想感觉一下有没有啊。这是联络道吗？慢到不行的联络道。他有认真的用弯的，你看他的速度就比较快。你说这个是教练吗？不知道是不是，应该是穿红色的。但如果他是教练的话，他没有在管后面的，他刚只回头了一下就走了。然后还有地方，还有地方没用好、嗯、还有空。那我们从这边下，然后侧边切。哦，反正换我跟你啊。因为我觉得右边好像推比较远。哦。所以这边下取速度往右切。哦，过不去是不是？上面我猜右边要到可以滑下来的地方，要走。嗯。左边比较快。好。嗯，你看搭罗浮位啊，只要几根柱子啊，几根柱子就够了、欸。四根哦。不知道啊，一二三，这里可能有一根挡住了，四五根吧，五根就够了、欸。就只有看到鸟在这里。黑色的鸟，不是乌鸦吗？你觉得好像不是。这只不叫。嗯、很安静、沉默的鸟。要不它就是沉默的乌鸦、啊，要不它就是别种鸟。我觉得别种鸟，因为乌鸦我觉得它头很大，好像扁扁的。我有点冷哎、欸，你会吗？我没有。我手臂冷。哦，这边中间切的地方看起来比较厚，就乱乱的、啊。这个地方切过去，可能突然间就急减速，好像上面只好直的切过去。鼻子在里面吗？嗯，鼻子，
完全的露出来。真的、哦嗯，我就觉得完全，我想说你那完全的，竟然是揭露出来。我的鼻子不够高。又没有看到车子，又没有车子了，然后看不到山顶。哎、欸，没有啊，莫，往前就可以了，往前就可以了，往前了。这人在练身体，欸、很厉害耶，怎么可以这样折起来？我可能。就滑下去了。好的哈、哦，好跟你哦，好。啊，不交叉哦。随便你说。没有哎、欸，你没有看到我离你很远，我根本跟不到。我后面看不到、啊。那你直冲应该就追得到我接回去恒昌旁边那个、啊、二期吗？对啊，这个连这个也很贵吗？啊，这个也很贵吗？这我不知道，是不是上次来我也问过你？啊 ，Story 啊 ，Hotel， 好像就是我们哪里啊？哪里有贴广告说他可以去泡温泉吃甜点这样子？啊，这家。就那种小海报，没有看到。奇怪，我们那么多天早上都在那边穿鞋子，都没有看到猴塔路出来。今天第一天看到。嗯。大家忘了带他去扁扁。但他也很乖，都没有。哎哎叫吗？对啊。只是他尿完恨不得赶快冲进来，自己开门进来。脚太冷，脚太冷。到底是不是学犬啊？人家加库都没事，加库高兴的嘞。加库就相对热情很多，你不觉得吗？高兴哦，哈。嗯。他猴塔路太冷淡。是刚那位像教练的，自己又在滑他的。
远远的两根柱子是什么？远远的两根柱子是什么？我缆车应该没有到那里吧？很高，这个缆车很高。真的吗？要比、要比二七高啊。那不要坐很久。你要这样讲的话，确实。好冷哦，我又冷了。要去很长吗？要去38吗？随便呢、啊。好、啊。这一次挑战做大碗、嗯，就是几乎不要停的话。也许会比较不累。我昨天那个滑降法还是会累，因为脚要弯着啊。但是中间又要慢下来，所以整体持续弯脚的时间比较长。但是如果我再花更短的时间的话，就也许在弯脚啊。就是蹲得很低，重心取很低那个。弯腰，弯腰翻车，这他就这么下，我们没看到。所以我们严格讲还不算真正有下，我们是有路过，我是滚下来的，我们是慢慢的下来，人家是用滑下来的。好冷哦！上手觉得好冷，你都不会？手冷。我是手臂冷，大腿好像有一点点冷。不是，我是手臂好冷。这里好近哦，快要碰到。这里可以，有人刮过。哎、欸，这里可以，有点硬。是吗？我刮的左边有点硬。你刮下面好像不会硬。毕竟昨天只有2公分，我弄不到，我真的太远。如果10公分的话就会更软。到了、啊，没有我想象中的高。往右边下面滑去28。28，还是那个下面不是28，那是27。哦，是啊，对对对对对。他也开了，然后滑过去他又没开，这样不是有点生气？有点应该开了吧，开了吧，这样。小心妈妈，好冷。这也是粉哦。哎、欸，那你走前面啊。我这样子就到了。好、哦。三个弯吧。
下来，好冷哦，冷哦，冷哦，有吗？冷哦，冷啊！今天都坐在户外了，很冷啊。嗯，哦，好冷。去恒昌取暖。你说看会不会吓到发热？吓到了。我那边都会喘气的。啊？下的时候要喘气啊。我不就说会用力气。很奇怪，我好像不用。我看一下我会不会喘。你看那个切割的形状，是谁做的？不知道。你说这样就是他有画画？他有画什么东西吗？没有吧？没有吧？好神秘哦！就刚好就这样掉下来，掉满地啊！但是是锯齿状，嗯，有点平哦。嗯。上网的寂寞是什么时候？好像也是三月底，对不对？嗯。哎、欸，那为什么应该说三月一号就算寂寞了？是吗？对啊，三月一号吗？真的、喔，因为我那天好像在我就是在找 Lady's Day 的时候，嗯，我好像看到什么寂寞就变3000多块，是三月一号还是四月一号啊？啊，那表示这里够了。我忘了耶，再看一下。就是说，如果又要找那种三月又还可以再滑的雪场的话，再来到吧，再来到吧，行不行？嗯，算了啦，就滑完了吧，回来、应该就在忙着赏樱花了，没时间了啦。而且应该我们应该要去那个啊，去找蒂娜赏，嗯，去他家附近赏樱花，他家附近那个也是那种小水沟边，然后有很多樱花。去他家玩，那他要带什么东西去啊？想一想，从台湾如果行李箱放得下，买一个凤梨酥好，那也不能拖太久，对不对？嗯，这样讲着讲着，有一点点想吃家的，但是我想吃就是吃个一两颗就够了。你嘞？要回去嘞、哦？你到底想吃什么？还好呢。什么东西都没有想。我们想吃什么吃什么。我们那个在加格那个 Uber 的时候可以叫，可以叫玛娜哦。嗯嗯。然后还可以叫，我觉得双月叫来也还不错啦。双月食品社也还可以。然后要吃麻辣锅吗？可以叫詹记。我自己吃了三天呢、欸，三天才把它吃完，用我的那个大炒锅煮，刚刚好。你是没兴趣吗？就是你想一想，你想吃什么没？回台湾不就是吃东西吗？哈，你想吃什么？现在你随便讲，你想吃什么？麻辣吧。麻辣。我好像一次，我好像吃了，哦，吃了两次吗？一次吃了红烧牛筋面，一次吃了我这酸菜肉末汤面，都想吃，这两个我都喜欢吃。嗯，还有什么？馄饨铺子也不错，但是我没外带过，没有叫来过、因为那个钱太少了，没有办法。嗯，馄饨铺子我也想吃。我居然有列在清单，你知道有什么吗？咖喱烤饭，嗯，我们公司以前永吉路那边那个，我也想吃那个。好冷哦、喔。你可以是不是带？其实下去就要直冲了，嗯，因为不然我会上不了很长，因为我每次都让自己滑一滑才想到啊。有但是直冲老师说带不了多少速度，恒昌那个弯就是得推一下。然后其实我也想吃那个鸡腰骨的剥皮辣椒鸡，它肯定不错。然后叫他不要加那么多，因为它太辣了，喝不下去。
它的也好吃，太辣。嗯嗯。了不起，干嘛？现在百万人的能见度 OK， 所以我就猜今天能见度大概到这边是不是，到百万人的上部，黑鸡的上部。我在休息啊。那我下到你再下，再看得到下面的地方，然后我再回头录这样。哈？我录你就好了。你要我冲到二十七那边录哦，太小了。所以要手机录啊，高破录就太小了。所以我先下啦。好，你要先下。怕我帮你录啊。哦。好，我先下。哦，好。
了了。还好吗？好，两只都留在原地耶，要怎么办？救你吗？应该不会。坐着。
睡不下来吗？船啊，船哦！啊？船啊，船啊，船，就很喘。喘，你大概坐了十分钟吧，不肯走。坐在那里喘啊？喘什么啊？我刚刚感觉一下，我没有在喘哎、欸。你刚怎么？我早上啊，隐形眼镜一直都有一点糊。嘿。然后我刚刚一开始下的时候看不清楚。然后我发现看不清楚有差。嗯。因为看不清楚，你没办法预先。那现在要怎么办？你眼镜要怎么办？拿出来重戴。你有没有戴反？我没有戴反，但是啊，它就是我要把眼泪挤掉，然后过一阵它又好像跑进去一样。然后
眼睛看不清楚的话，你没办法预先前面有个窟窿要凹一下这样。嗯，对啊。所以你刚刚是发生什么事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不知道，我就看你也滑下来了，吓死人了。对啊，滑是滑下来了，但是而且你把车留在原地，还好那个人有救你，不然我还在想说我是要坐2-7上去救你。不是不是，我就想说我先把座位弄好，一来我累。二来如果爬上去又一定更累，我就想说应该会有人来吧，我先坐着休息一下。然后那个人有跟你讲什么吗？啊？你有没有跟人家道谢？有啊有啊有啊。然后我说我受伤，我都没有没有。就看你一直不动，不动。我只是坐着啊。有没有受伤？为什么坐着不动，也不拿板子就赖？耍赖啊！爬上去的话，我今天就不用滑了。那你有看着我滑下来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因为滑到中间一个线以后啊，你看不到我，你就会在水平线后面，所以我才叫你说要在接近站的地方才录到。会吗？我刚站在那个山脚，你只能录到一半的东西。我刚站在那边，我看得到你啊，我问你的头而已啊，看不到身体。有啊，就是有身体啊，因为我只看到你的头啊。然后现在又走这一段，又好累。要判断错误了，要更早一点直抽。Are you okay, babe？ 就是太热了点，好热，又热又吵，这样就耗掉了20分钟吧。而且啊，正面朝下的话，它也会停不下来。停不下来？你没看到我往下滑了一阵吗？身体？是啊，反正会啊。我不知道我昨天在打滚的时候，就是滑下去。打滚就这样。那个时候我是在思考，是不是我要比较横着，横着比较偏滑。直着的话，受力面太小。你在滑的时候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姿势。可以啊，可以。他要怎么滚就怎么滚。我那时候可以啊。看，你看，我知道你一定会赖在上面，我就直接把板拆了，坐在地上。很好啊。你一定会让我等很久。我眼睛，那我也坐着休息好了。哎呀，坐着坐着。我现在里面是汗吧。那两个是在练那种小的小转啊下来的，对，蓝的比较不好，蓝的黑的还可以，蓝的滑的比较不好，我都怕他们自己技术不好去撞你。不会啊，他们还有段距离。然后雪板好像也不敢下来哦，到底对那个雪板到现在还坐在上面了、啊、没有，雪板下来了，但雪板最后是这样咚咚咚咚咚这样咚咚咚咚下来的。我想说雪板到底雪板在这种坡到底能做什么事啊？他们不能换边吗？不是，他们不能 S 吗？他们可以啊，但是转直的那一瞬间是最害怕的时候。他就完全没有 S 啊，他就直接这样震得下来。对啊。就觉得，哎、啊，你们雪板的都不用弄一下吗？害你耗体力了。是还好。我有录到你摔出去的过程，然后说，哎、欸，而且你超……那我是怎样摔？是脚前摔还是脚后摔？好像是，感觉是身体往前扑吧，因为我是两个板同时扑、就是，对，就是身体往前的，然后板就留在原地，然后人就滚下来了。嘿，板子留在横超之地。然后人就下来了，就看人家滑滑滑，而且你好像滑了一段停下来又再滑一点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啊？对啊，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，不要过一段，好像快停了，结果咚咚咚，屁股又往下滑，那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，我要不要改成横的？横的就比较不会往下掉了，还是怎样？哎、欸，那个雪真的很松又很多哎、欸，我在那里踩半天，
踩半天几乎还是不能固定。而且幸好我已经学会了先做好立足点，不然撑板子可能就要撑很久，看不到的。看不到这样，你就一副要你，其实你滑的，因为你所谓的低，你都一副要摔倒的样子。然后这样一个才一个小个弯就要停一下。不，那个时候我在眨眼睛。然后这就滑的比较斜了，然后就好低哦，你的姿势都好低。低，低很安全啊。然后是不是就快射了？哦，对。然后就快滚，然后快就又滚，然后就没有没有，那对了，那对了，就是我的脚在前面嘛，但是我的眼睛没有吸收到资讯。如果我知道那里有个波，我身体会做出对的反应，但是那里没有，我身体就突然往前扑了，你看都知道了。好了好了，这里。今天在我就这样一个，然后我就不小心开始往前旋转吗？然后滚，屁股啊，屁股无效，屁股，那么好笑。嗯，就这样，好吧。可恶，隐形眼镜还是影响到我了。好了，这边太阳，恒昌的太阳之神。对，每次滑恒昌都会有太阳。现在切去黑鸡吧。嗯，好。大声好像没什么，就不要去了。太平了，而且大声的币都是馒头，大币跟小币都是馒头。嗯，不好玩。但是我刚、啊、你都没有看到我滑，你可以回去看我的 GoPro， 就在乘风破浪，然后就这样跳着过去。有啊，你今天的横向移动速度比较快，超快啦、啊！我就觉得要站稳，超就变兔子，然后就在呼呼，然后又过去。对啊，你这个下法不知道你几个弯就下去了。跳啊跳的，大概八。十个弯吧，还是二十个弯以内，就还没有勇气像人家那样直直向下，而且我们也不会小转，所以没办法。其实那个小转，也就是连续的找个地方站而已，讲是讲而已啦，但是要有那个勇气。对啊，因为毕竟它是正面向下，很可怕。对啊，而且那种滑法，不知道那个后面是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那个锁住的那个，要不要锁紧一点？不确定。哎，你不就下了？你干嘛去那边？对不对？
所吗？梦？啊？你有想要吗？我想要。好啊，要去啊。因为这里离厕所最近。哎、欸，这样好，我再回头看我的轨迹，然后看到突然快把滑豆了。就觉得这里没有要叫，这里已经轻松了。不是，是我在看呐、啊，你看那里。是蹭机蹭了一点，现在已经到处都可以蹭一下了。啊！关！流鼻涕。关！